来开箱开箱，咱这个睡袋吼，这是 Western Mountaineering Made in USA。 哇，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是 Made in USA， 型号是 Alpine Light， Alpine Light， 然后56的。你在酷西右边，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收纳袋，收纳袋。这个黑色的应该是让你就是外出的时候可以收的啦，然后这个是给你平常在家里保存的时候保有一些空间，因为那这是一个防尘袋的概念，所以它的袋子大小比较大。对啊，因为你平常不要一直把它收着，所以它附另外一个这种比较大的防尘袋，让你可以防尘。哇，它封起来好大哦。对啊，哇，哇，哇 ！Western Mountaineering， 耶！我们重点是来，是卡睡袋。对，睡袋你卖看配件，来这个开了哦。我们来开箱。啊！啊！哇哦！拉远一点点。没有很，没有很那个哎。没有很哪个？很大哎，看起来很小。Alpine 它是跟 Ultra Light 插在这边的肩宽比较大，肩宽脚的部分基本上差不多啦，这里的肩宽很大。然后这有一个那个，这边有一个魔鬼毡，然后这个会不会咬布？不会啊，超好的。拉开应该还好，要看拉起来。它底部是没办法整个摊开的，但是它可以拉到底啊。嗯，只是说没办法这样摆。有款有款。它是底部到这里了哈。嗯。哇，它底部的棉花好像也蛮厚。很厚的哈。嗯，蛮好拉的。哎，还蛮好拉的。好。它不太会卡链。不太会卡，是不能卡啊！赶快躺进去试看看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哎。哪个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有签名哎、欸。签名哦、喔。对啊，这应该是谁缝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是说 ，this product was sold in the USA with pride， 就是哦，这是很谁很骄傲，反正这是谁做的，谁签名啊？哇，好酷哦、喔！是谁负责的概念啊？这边还有一个缝纫机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他的作品，好酷哦、喔。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束口，我先躺进去哦、喔。这左右拉链，这好像什么？左边右边的拉链，我是有看人家讲说，为什么要分左右？是因为如果你的帐篷是开右边或是左边，如果你的门是单边的话，如果是开右边，你的拉链就是右边这样子，你出来的时候比较好出来。啊，如果你的帐篷是开左边的话，你就买左边的睡袋比较好这样。哦，没这问题，因为我没有帐啊。对，我只是告诉你说为什么它的产品要分左右。我以为是左右撇子哎。没有，它的用意就是让你说，那你的帐如果是双开，你的帐篷如果是双开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对，哪边都可以。我不知道怎么进去。那个。哇。那个太有力了。哇。个拢牛皮啊！哇，你的帐篷跟你墙好搭哦，很搭啊！嗯、哦，来哦，哇，来喽！哇、哦，好暖哦！身长够长吗？啊？够长吗？哦，只是这拉链哦，所以从里面这样往上拉嘞。对啊。哦，好大哦！很大哦，蛮大的哎。啊，你没有拉起来，整个拉起来。它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从那边这样收，这样子收。哦，收成这样子哦。收。收到。收到一个嘴巴而已。对啊。哦。你这样好像变蛹一样哦。然后
然后等一下哦。好，我继续录哦。然后我现在要测试它的翻身。好，你翻。侧睡超爽的。哦，动来动去也蠕动。你可以，它可以这样子侧睡。好恶心哦。咦，这个超大的，我喜欢。整个翻来翻去耶。是哦。对啊，好宽哦。是哦。对啊，好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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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然后你就这样看电视，哎，蛮爽的哎，还不错，我觉得。哦。好舒服哦，晚安。好，换我试一下。你也要哟。对啊。这里很厚。哦。就窄巴的样呢。哎，很扎实。这而且它不是只有前面哦，它是里面这一圈都有。很热。它这一圈都有，头顶这边也超厚超厚了。嗯。啊，我们买睡袋的时候，其实要有一点点的空间，让它空气可以隔绝，就是要有点刚刚好 kiss 到你的那个厚度，但是又不就是刚刚好有点碰到，但是不要整个这样挤压。kiss 是嘴对嘴吗？你如果这样压太扁的时候，它空气没办法隔绝，那个就效果就不好，所以其实要有一点点。厚度哦，我好热哦。然后侧边这边啊，它这边都有做那个边条，都有做这个，然后可以防止你碰到那个拉链会很冰凉的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通常很冷的时候，那个拉链会很冰啊。对。可是你这样子弄起来的时候是。是没不会跟拉链有接触哦，所以哪边我看一下，这边啊，你这样拉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我这样下面这边我都碰不到拉链哦，对啊，哎呀，好紧张，哦，对啊，它是整个这样盖起来的，就是很多拉链都有这样子。啊、要看有的这边做的不够厚实的。嗯。对啊，你被出来了呀。被出来啊。破茧而出，破蛹而出。欸、太热了。快点换我。我要流汗。换我体验一下。嗯。这小姐姐身高是五，那个155。号称158。好 ，OK。嗨、嗯。Hi。帮我试躺一下。你这样太小了吧？还是你也很矮？你应该也蛮矮的吧？我那个啊，我167。那你也才高我10公分。10公分就很高了吧？你的头好像包不到。欸，你在浪费我的储存空间吗？你在浪费我的储存空间。不是，我这样子也是可以侧睡吗？我看一下，你拉远看，然后你会觉得，哦，好恶心，有一坨肉在动。空间，你不要刻意那么演。空间很 OK 啊，很 OK 哦。OK 啊，那你要什么尺寸啊？你要什么尺寸？你有要买这个吗？脚，其实这边我是没办法打开的。我也打不，可是可以侧睡啊，你不行侧哦。有点背，就这样子。你可以整个侧，可以啊。可以脚可以侧啦，可它没办法整个打开啦，你怎么可能大字型睡？它就是木乃伊没。
我觉得我要买大一号才会比较舒服。那你可以买大一号啊。嗯。哎，红色的好恶心啊！哎，那你怎感觉怎样啦？浪费我空间。可以睡啊。你的心得什么？长度不够。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还是有点小。哦。虽然可以翻来翻去，可是我觉得。我们在个人感觉好像有点压迫的感觉，嗯，可能太短吧，我不知道。而且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热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因为你不让我睡久一点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刚睡时间差不多了呢。